不要和别人表白。你在做什么？太好啦。你不要和别人表白。你怎么在我床上？这是本王的床榻。怎么回事？王后昨晚喝多了，一直搂着本王，还说了一些让人害臊的话。不可能。我都说什么了？往后说要亲本王，还说要搂着本王，还说要跟本王结婚，还说……还好，这件事情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没有第三个人。你什么时候再问的？我刚一会儿吧。都听见了。我是买烟。你怎么这样？早餐吃吗？吃。吃啊。啊，走了。哦，那个黄果刚过来说太后选你们，那个看到你们在那个，所以就没叫你们了。哪个呀？哪个？不是哪个呀？你说清楚，你回来，你